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小甜心。这里呢是在香港的菜市场街头。把你没戴的口罩删掉。把你刚刚没戴口罩的删掉就行了，现在戴了，没事没事。你现在一个月多少钱？一万多了。一万多啊？一天八百。哎呀，他们卖猪肉的一天一千多，你不去卖猪肉啊？那猪肉我不敢卖啊。为啥？我其实不敢卖鸡肉。哦。卖鸡肉一千多啊？一天一千多，他说卖猪肉很赚钱。对。一个月有两三万、三四万。所以很多小伙子在那里卖猪肉啊。是啊。你是哪里的？浙江。嫁江啊。浙江嫁到这边。哦，嫁到这里。我嫁来不久了。拿到了身份证。拿到了。那你这样黑录下去就是放在网上。对。有没有人工啊？有啊。有没有刷到我？没有注意，现在看到就知道了。可能就是我拍的。这生意很好，菜市场生意很好。哇，猪肉很多人买，每天很多人买。哇，荃湾这边猪肉铺很多的，猪肉铺有十几二十家吧，家家生意都很好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来播强烈推荐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